过山水有尽头，它是青春时光里的温暖存在。每个人生最最重要的时刻都是跟何老师在一起的，这就是我生命当中的定数。何老师在现场啊，这我就放心了。我有尴尬的时候，他老给我解围。对，何老师对于我来说也是某一个时光的印证，有你出现的时候就特别的安心。每一次跟何老师只要录节目就哭，录节目就哭，啊，我都服了你。周五晚8:10，君乐宝微萃有机奶粉，时光音乐会。